퀴즈 브리켓. 和小鹿问问一起玩。小鹿问问手工专辑。鳄鱼美声。这节课用到的工具有：超轻粘土若干，手工工具一套。如果是小朋友操作，要用小朋友专用的安全工具。首先，捏出鳄鱼的头部轮廓。接着，我们做出鳄鱼的鼻子。我们为鳄鱼做出嘴巴与牙齿。然后，我们制作鳄鱼的眼睛与眉毛。Thank you.
着我们制作鳄鱼的头部装饰。最后，我们制作鳄鱼的帽子。大功告成，小朋友们也快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鳄鱼美声吧。咕咚把灯的拉住。